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x 代表正方形的边长 ，y 代表呢这个正方形的面积。那么面积是不是边长函数？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面积哈，就正方形的面积哈，是等于多少？等于边长的平方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给一个边长的话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面积，给一个边长就可以得到一个面积啊。所以呢，面积哈，它是边长的函数，这个是对的，而且啊，这个是二对一的。比如说，这个边长是一的话哈，它对应到一嘛。不对啊，这个应该一对一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x 哈，它一定要大于零啊 ，x 要大于零，边长没有负的，哦，边长没有负的，哦啊，所以呢，一个边长可以对应到一个面积，哦，那二的话哈。对应到四，哦，诸如此类的，哦啊，这个是，三的话哈，对应到啥？对应到九，所以这是四，哦 ，y 是 x 的函数吗？这是四，哦，没有错，这个面积的确是边长哦，它的函数。